如果想再保存耐啲，我就会用顺冷冻软急冻功能，大约可以保存两至三星期，解冻时间亦比平时摆喺冰格嘅肉更快。食物拎翻出嚟，大约5至15分钟就可以解冻，轻易切开，而且比起储存喺冰格嘅肉，更加 keep 到本身水分之余，仲好有质感。放工翻到屋企，唔使再等成个钟解冻，非常方便啊！